你好，我系 Emerson，欢迎嚟到 Good Talk，讲得好，边个讲得好呢？演讲讲得好，谂下，如果你冇目标，咁你点翻屋企啊？你演讲有咩目标呢？咁啊，要问下邀请你嘅人，最好呢，就系直接问下听众啦。但系一般嚟讲呢。有四個可能嘅目標。第一，告知性 （to inform）。第二，娛樂性 （to entertain）。第三，激勵性 （to motivate）。第四，啟發性 （to inspire）。俾啲例子你啊，產品發布會咪當然係告知性為主啦，棟篤笑。咁啊，梗系娱乐性为主啦。网上直播带货，咁啊就要有激励性，鼓励行动啦。牧师讲道最好就有启发性啦。Good talk，讲得好。我系 Emerson，你嘅演讲同埋简报教练，下次见。